我真的不是很懂马国斌他们的跳球为什么有一种到后来慢慢僵持。我看他们很像发条玩具，然后最后没播好，还在打完哦，还在转。太合不到了。你后面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是不好意思打他是不是？你到底是要打还是不要打？要打，要打不到，要打。但是要等他的节奏才打。 对，不是为什么不能像他们这样，就真的打着？其实也应该后面再一直打也比较好。你是不是很不好意思？啊？就对啊，到底是怎么了？我觉得是你的责任啊，因为他看不到你，是你在打他的啊，你就打就对了啊，你在犹豫什么？因为九恩的腰好像也上不去。因为九恩要下腰是假脚。你是很多。 他觉得他摇头，他打屁股的时候，他还在管玩具，玩具走到后来没有发票，所以你那个最后到底是他们干嘛呀？其实他就是是一个态度的东西，然后因为其实像他们两个，就像我们刚刚讲，他们俩真的是。 国斌比较有节奏感，可是九恩是第一次跳，第一次表演，所以他光是记动作，然后还有体力负荷的问题，已经把他整个人都忙到焦头烂额了。所以
国碧其实在帮他数拍子，对。那所以我们其实从头到尾，而且我要先说，你刚刚根本没有在拍子上，没一个废话。临时表演嘛。他浪费你的，他浪费 Kimiko 老师三天的时间。哎，不要瞧不起他了，因为真的就是完全没有节奏感跟舞感的人啊。你光是用他那个 U， 我们瞧那个角度也瞧，为什么三天？因为这样是这个 U 大概瞧了一小时。